山花球员毛剑卿近日和吴亦凡对喷，他公开 diss 吴亦凡的话也受到了网友们的热议。毛剑卿即兴说唱填词 diss 吴亦凡，吴亦凡好演员不是好评委，地下街头再怎么样是 hire help， 你是评判没问题专业，但你即兴说唱，我来陪你 beat。我是球员不是明星，吴亦凡牛逼，就像你的老家永远乡村气息，你懂吗？造型可以结束吗？重复三遍，为了文化态度不要利用好吗？这是我们街头的东西，你可以忘记自己挣钱的时候开心吗？ Peace love 新 CQ 评论看了很多，记住自己我怎么活着都可以为吴亦凡活吗？我也可以，你们也可以，但我不会玷污我们街头的文化。赝品自己翻译去吧。不死出乎意料的是，在球迷圈毛剑卿受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。我不管，这次我站在毛剑卿这一边，这次我竟然想站中超这边，炮狼实在太过分，怪不得没人敢惹毛剑卿。他本身就是一位忠实的说唱歌迷，他还曾经演唱过自己作词作曲的 hip hop 歌曲。更有网友调侃，女人不好好在家里非要玩 SKR， 踢足球的不好好踢足球，非要点评一下音乐，毛太过分了，居然说吴亦凡是个好演员，我这次是真的忍不了了。毛剑卿，你还要点脸吗？你说的那叫啥话？吴亦凡虽然不懂嘻哈，但是他也不懂演戏啊。毛剑卿敢 DA 吴亦凡吗？他能做到飞掉蔡徐坤吗？显然不能，并不是双拳难敌四手。而且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男人从不打女人。原来毛剑卿真的是社会人。